Absolutely. All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working together. We're quite ready. 你提到的那个货源的那个问题啊，我和卫生部啊、和卫生部长也沟通过，请大家放心，加拿大本地的货源和这种防疫的一些设施啊，是足够的。我们一定会啊、省政府、联邦政府一起合作，我们肯定会保证。啊，当地的货源是充足的。我也补充两句啊，因为上次那个厅长在召开那个就是少数族裔的媒体发布会的时候呢，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啊，有人关心到这么多设备都运到中国了，以后如果我们紧张起来，连医院都不够了怎么办？大家放心，医院它都有他们的储备的啊，医院他们的储备。然后呢，那个这个你的提的这个问题呢，要让他们政府那个互相沟通，我会把你的声音带到我们省政府去，好吧？谢谢。